生蚝蒸多长时间？生蚝是所有食物中含锌最丰富的，所以深受人们喜爱。生蚝的做法多种多样，蒸着吃营养流失最少。那么生蚝蒸多长时间呢？对于不同的菜式，生蚝蒸的时间也不一样。蒜蓉粉丝蒸生蚝这道菜一般需要花费10分钟左右，生蚝才最可口，而清蒸生蚝蒸5分钟就可以吃了。另外，生蚝除了可以蒸之外，还可以做生蚝汤、生蚝干煎蛋或者生蚝蒸米饭等等佳肴。此外，生蚝养殖在我国分布很广，北起鸭绿江，南至海南岛、沿海都可以养殖生蚝，一般在半咸半淡的内湾浅海上。除此之外，生蚝由于适合生长条件的限制，它的数量上比其他品种的少，因此它的经济价位一般比较高。